嘉义县政府和中正大学共同推出第三期精准功能性运动指导员培训认证媒合计划，已经举办成果发表。县长王章良也颁发证书，好过咱名精准运动指导员。我有一个愿望，后盖吼，咱这个社区的长辈拢等下举手练，啊，搁会比赛，互咱交互一点大小天使慢慢来甲咱看架，啊，恁咱对家己有信心哦，恁一定拢会活起来，啊，你敢知？用起来。是那叫做精准运动，就是讲啊，要哪让家己的身体调整到上好，搁袂去伤害着。中正大学入来了后，有一个上关键的所在，就是我刚刚讲的，把专业刷入去社区内底，将运动当作是一种专业，要哪让大家会当正确运动。馆长王章良对着精准培训员跳舞暖心，伊讲落实平常时身体运动，强化是大人生活品质，提升幸福感。希望用嘉义馆做实验，然后未来会当发表学术论文，就是让全国所有的县市关心老人运动的，将嘉义馆这当作是一种实验。啊，这个实验当然有实验的结论嘛，这个结论应该要全国分享。中正大学教授王秀华讲，计划伫今年中旬举办学术研讨会，要甲家己的经验提升到全国经验，做伙找倒来身体力量，活出生命的光彩。记者黄佩佳，台湾采访报道。